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，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。传承精华，守正创新，西子湖畔，宝石山下，杭州市中医院武林院区以悠久的历史、丰厚的积淀、鲜明的中医特色和不落人后的西医实力，享誉杭城百姓，在全国中医界具有重要的地位。运河之东，高亭山下，占地面积161.265，建筑面积16.7万平方米的杭州市中医院丁桥院区，以现代化、智能化、花园式为一体的建筑群，展现在世人的眼前。杭州城东北的广大百姓至此有了自己家门口的医院，丁桥院区也为杭州市中医院的再次腾飞提供了广阔的空间。新的杭州市中医院坐拥武林、丁桥两大院区，职工2643名，博士、硕士711人，医院老、中、青名医队伍架构合理，国手大家名医荟萃，中医研究传承有序，年门诊量达220余万人次，年出院近5万人次，成为国内中医系统当之无愧的第一梯队。医院现拥有中医、西医、中西医结合三大技术力量，形成国家、省、市三级重点学科，专科群各具实力，齐头并进。医院肾病科、中医妇科两大龙头优势学科是全国有名的金字招牌，2021年被列入市卫健委高峰学科建设，其中肾病科为华东临床中医诊疗中心，其肾病实验室实为国家三级实验室、重点研究室和省级重点实验室。中医妇科是浙江省不孕不育中医药防治中心，其中何氏妇科流派列入首批中医流派传承单位。医院还拥有省级重点学科专科17个，市级重点学科15个，针灸科、推拿科、骨伤科、肿瘤科、睡眠医学科、皮肤科等学科，在全国全省享有知名度。2020年，杭州市中医药研究院和杭州市名中医研究院成立并挂靠我院，依托医院重点学科专科以及名导中医资源，整合调动全市乃至全国的名医智库资源，推动中医药传承发展。医院作为国家高级卒中中心建设单位和国家胸痛中心建设单位，积极开展新技术新项目，提升综合救治能力，并先后成立6大中心，为患者提供全方位持续的综合治疗和手术服务。近5年来，医院列入各级各类计划项目共310余项，科研创新硕果累累。2021年，医院挂牌成为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杭州市中医院和杭州临床医学院，开启了医教融合、共享共赢的新篇章。以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精华，推进产学研一体化为己任，
建立多项专业培训基地，承担十余所高等院校临床见习及毕业实习教学任务，为中医药发扬光大和医疗人才培养贡献力量。医院致力于六合中医特色大党建品牌建设，以合文化为抓手，形成党建引领的一加 N 模式，同频共振，促进医院有发展。2021年，医院党委荣获浙江省两优一先先进基层党组织，同时通过关爱职工、党建520等一系列贴心举措，让每一位市中人都能有充分的获得感、幸福感和荣誉感，实现了党建总体目标，患者满意，职工幸福。2020年初，新冠肺炎疫情爆发，市中人不畏生死，白衣逆行，在杭州与武汉两个战场筑牢疫情防控防线，同时发挥中医药优势，第一时间总结经验，推出两款中药协定方，中医速度和中医疗效让举国瞩目，世界赞叹。2021年3月，抗疫进入常态化，我院丁桥院区作为首个医疗机构内方舱式疫苗接种点，筑起疫情防控城墙，护卫祖国人民的常态久安。整个疫情期间，医院及一批科室、个人先后荣获多项荣誉奖章，向全国人民彰显了市中人白衣为甲、最美逆行的抗疫担当。以服务大众为目标，医院响应国家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号召，积极下基层、进社区，让基层患者不出家门即能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诊治，同时发挥优势学科的辐射和引领作用，牵头成立多个医学联盟，促进区域学科能力整体提升。2020年，医院成为首批互联网医院试点单位，依托城市大脑数据联通工程，推动智慧医院建设，深化舒心就医应用，提升智慧医疗，探索 P 加 R 免费停车新模式，只为让患者的求医之路快捷而温暖。杭州市中医院以两大院区一体化运行为契机，以国内中医系统的领跑者为目标，跻身国际化一流医院的第一方阵，服务百姓大众，助力健康中国。